杜宾。只认罐罐不认人，还是这么没良心。是因为他从山里被捡回来时，一口气吃了六块肉饼。注射标记。六饼比较特别，它的智力等同于九岁的人类小孩，所以撒娇任性、讨好求饶，样样都擅长。别被它的外表欺骗了。零食一天只能吃一罐，带路吧。好了好了，已经不痛了。林深，愣着做什么？快来帮忙！稍等我一下。还有其他跑掉的吗？没了没了。哎，我这座院子又被他们破坏光了。拮抗剂这么快就失效了？这次的有效期比上次缩短了一周，看来是这附近的异动又加剧了。是你，好久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先进屋吧，屋里暖和。